家看看这个小龙美的，这个是什么颜色的？我给你个参照物，这个是白的餐巾纸。然后什么样的小龙可以是黑色的、灰色的，然后还接着冰叉子，就是这个小龙。这个小龙的生产日期，我们来看一下生产日期。这是一个长镜头啊，生产日期2022年10月20号，然后它的保质期，12个月，所以我们今天早饭就是弄不下来。我们今天的早饭是灰色小龙。哦，这个男的不舍得扔掉，过期了。他不舍得扔掉。不要给我暴脸天吗？我猜你在干嘛？啊，你又在捡东西吃了？啊，你又捡东西吃了？这个这边有什么东西吃啊？这个两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吗？都僵掉啦。哎呦，我觉得放这瓶醋都是浪费啊，浪费醋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同志们？这是五花肉啊，会抖的，会抖的小龙。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看着好吃。这啥？亲手包的小龙。嗯，鲜美。嗯，猪肉、白肉，我最喜欢。Delicious, juicy, 要了命呢！